朱府千岁、雷府千岁、温府千岁，三尊千岁。因为庙里供奉着三尊千岁王爷，因此这间庙宇叫做三千宫。而建庙的由来跟海港码头兴盛有关。王爷，咱为中部遐起来就是鹿港遐啦，哦，边仔鹿港啊，嘿啊。啊，就是这个是以前码头工人三千、两千工人集资这样兴建起来的，真的不简单啊。那几年？也快五十年了。对，五十年。我们是算是第二代，那时候这边有成立一个国术馆，我们读小学这边都在打国术啊，因为以前马德光要搬东西啊，要强身，真的真的，省政府实在有成立一个复兴国术馆，对啊，省政府那还叫省政府，三千宫在五十年前是就是我们从中南部上来，就是我的父亲他们这一辈都是从中南部上海码头基隆港码头做成的时候来这边当工人，在建港跟搬那个码头的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小时候看到我们的父亲回到家都是满身大汗，全身都是湿的。他们这样辛辛苦，这就是一个，远离家乡，他们从中部来到北部这边上班，他们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把中部的那个王爷千岁来这边建庙，变成大家一个集合的地方，一个宗教信仰生活的一个园区。那今天五十年后，换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美好的环境带给基隆广大的市民，有这么优美的风景，有这么淳朴的信仰，希望能够发挥王爷的精神，让国泰民安，大家幸福美满。基隆三千宫常年投入公益，尤其是关怀弱势、造福地方。三千宫主委林国昌目前并担任基隆家福中心的福佑主委，因此三千宫今年将结合各界的资源来推动弱势孩童的课后辅导，发挥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精神，关怀基隆乡里。基隆市的地标 基隆 就在我们的正后方，等于说他看到基隆市是一个全景。好，那以后我们这边也会有，就刚刚我讲我们要成立三千小草的爱心协会，以后这边会有王爷的爱心咖啡，不用钱的，你们自己投那个爱心基金，那个基金是纯粹就是给三千小草的基金活动使用的一个经费。好，那希望以后广大的市民如果来到我们基隆，可以来看到我们基隆这么漂亮的夜景跟美景。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